你们等我一下哦。我们讲一些我比较没有印象的，好不好？其实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，我们以前都在玩那个 FB 的网页游戏，那现在其实手机游戏上就可以玩得到了，就像一些模拟手游啊。而且其实以前 FB 很少有中文版的游戏，我说模拟游戏啊，就那几款啊。Anyway，我应该会先玩一下竞技吧。哇塞，我一直忘记换角色了。诶，他也有克里希哦，好生气哦！突然有种被模仿的感觉。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对面有克里希，我就莫名的恼怒了起来。笑死！哎、欸，突然觉得很好笑。我们的爱在萤火虫的夏天，时间就像那盛开的睡莲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可以失联吗？不行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有点像是图鉴的收集啊。可是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可以啊，对对对，这个。我在那边想说，钻石要怎么呢？好想骂人哦！怎么办？就刚好没有那个属性的，你是在哭哦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是。